那么下面这个节目呢，是由我们弟兄小组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这个精彩的演出合唱，叫《盟约》。据他们悄悄跟我说，他们来选择表演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过年的气氛当中感动的全部都要哭了。所以呢，就如果你就对他们有信心，请准备好纸巾，欢迎他们的表演。好，弟兄，这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我们的弟兄小组来给大家奉上一首来自雅歌的一首歌曲，歌曲叫《盟约》。实际上这是一首情歌是先生唱给太太的情歌。那我们今天我们弟兄们来献上一首铁汉柔情先生向太太表白的这样一个情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惜
将你放在我的手臂上，如戳记我们的爱情，坚贞重水不能湮灭，不能淹没。这是我们众弟兄向我们太太的表白，愿主保守我们灵粮家庭的每一个家庭啊，家庭幸福平安快乐喜悦。谢谢大家。